写毕业。毕业是？下面有毕业吗？遇到困难再举个手。如果有声音就不准吹。今天要不要？第二天要不要？上午要不要？好，不要再换了。第一页，翻过来，陈一文，第一页，是那格子能填吗？格子都要填，每一格都要填。最后因为他要变魔方，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个要一模一样，这个要一模一样，这两个一样，这两个不一样。知道，真的知道在讲什么？这两个身材是不一样，这个身影这个不一样，这个身影这个不一样，这两个身材不一样，加起来要怎么？那我希望，因为最后我要写红方，所以我希望这两个要一样，才要控制这样。这也会填字，这也会填字。所以反推 ，x 平方是这样子的。那这个怎么来呢？这两个加起来，对不对？那我又希望它，所以它必须是六三。对。那它如果是三，那这边就一定是三。那这个我就要填多少？这两个乘起来的一样，那这一个就是，对，所以它加它加它就会等于它这个，就会留在这里，就是这一个就这一个就知道点跟那个。加上什么才可以变成平方？意思是这样，我要加上什么才可以变成平方？所以我要加上什么？那就还原，因为我要变平方，所以这些空格都要填一样，这些空格。等一下加了一个数字之后要变成平方，所以这两个要一模一样。这两个这一个就是 x 加什么，这一个也是 x 加什么。那你两个一样，你才可以写平方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两个要一样，因为可是这个是五啊，一样的啊，所以五五就要就是五乘以三，五个 yes， 这个乘以三，五个 yes， 这个乘以三等于三，糟糕了，不对。Okay.
是错的，很明显，我加五不是六。对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而已。所以，我这边应该要三，代表这里应该是三，也就是说这个就不应该是二十，也就是说这个应该要填，也就是说我这边必须要多少呢？也就是说这个空格要填多少呢？我只要加上九，就可以写成什么 ？x 加三等于什么 ？x 加三，所以我可以写成 x 加三的平方，对不对？可以，第一页要全部写完哦。哎，错，但是十二题是错的。小心啊，它是解密，它是 B， 它是二 A， 它是不太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它是二 A 嘛，所以你犯什么？对。但是这个是 B 耶，这边写 B。你刘海长得丑。如果这个是 B 的话，那就很难看。冰冰就会变得很粗，对不对？粗点可以看。喂，意思你还没写呢，这个跳题，不可以跳题。虽然你算不错，但是没有跳题。第十二题是错的。对，第一页写完了，这个只是让你当复习而已，会了你就会全部都会写。很快的复习一遍，让你熟悉。喂，这样改还是错、啊？请改好，好不好？改好，想清楚再写。啊，你改得太快，所以一些错，一些对症。这个是在帮你复习平方关系，这个是你们这一次考试很重要的东西哦。一元二次方程式一样会解题，这个能力还真的还蛮重要的。干嘛平方？对，利用平方来解题。十一题怎么跳掉了？会。九你就知道二分之九，是吗？二 A。九你知道要算二分之九，七你知道要算二分之七，十一你知道要算二分之十一，都在做什么事情？六的话，十二的话，你是不会知道六。十二。对啊。二 A 呢？对啊。然后就出来了。你想一个啦。X 加 A 呢？是啊。对。但是这个写错，负一乘负一怎么会是负一呢？对不对？负数乘负数，相反的相反会变正。你想嘛，十，你对我知道你在我位置里，可是算法是一样的。十，你这要算五五。十四呢？多少？你怎么算呢？这里如果是十六呢？你把那个算法，因为你算太快了，所以你因为算太快，所以你没有想到它。十要算它。如果是九十八呢？这里要填多少？怎么会不知道？两个加起来要变十。那如果两个加起来要变一百？十加十才二十而已。这里如果是三十六呢？上面要填多少？加起来要变三十六。对，十八怎么想？十八加十八等于它，那十八跟它的关系到底是？我五加五可以等于十，那十反推要怎么算出那个五？对啊，除以二啊，就是因为你算太快了，你除以二就会得到它了，对不对？十的一半，可以啊，一样的道理。它的一半是谁？二分之啊？这里明明是五，为什么要求二分之三？你如果是二分之三加二分之三，会变多少？
对啊，我要的是五嘛，所以我要五的一半。对，五。第一页写完了。嗯，不管写一封，这种还有一个历史的地方嘛，凑小时哪来的意思啊？有一个才得了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如果以你这样子写，以你这样子写，你的答案是对的。一下安呢，我同意你的答案是可以。可是我们需要让自己这么麻烦？可是你的整个算式是对的，整个算式是对的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哎，是对的吗？错。我都给你不写了。不是，这样，这里要改，才会跟后面相连。这要怎么改？要逼二次，不是二次。对，如果你要括号，你就要二分之一，也不是括号。对。这为什么那么喜欢把这个进去？不需要它吧？我们要解题，干嘛这种往往还是丢一点这个东西嘛？二分之一是什么？什么？是。你可不可以不要用小数？二点五就二分之五了，用二分之五算，因为小数很麻烦。你一定要用分数，要练习用分数，不然你要这样很吃亏，非常的吃亏。二点五就是二分之五。笔记好像你写的很好，但是小心一点，这样很慢。你这样子加四分之一，因为刚才你的是，你加的不是二分之一，你加的是二分之一，好吗？刚刚那个写法是我看一下的，这也是写法，这种写法不算法来讲，我们的解读是解读解读在里面。哎，然后呢？我答不需要。这个是问题。对的。但是这里是什么？应该怎么改？稍微改一下就对了。不是，主在算的情况是一样的，我教你改这个。稍微改一下就对了，你的算式跟原来算式完全不相同。你已经改变了，你会发现，你这一个跟这一个，你像像我比他多了三平方，还多了三平方，总共比他多了18，这个答案怎么可能是他的答案呢？不是，重点不是括号。你这一个跟他，你注意，我比较一下，这个是你跟你的，那这两个一模一样，对不对？解释也是解释。我下面这个算式跟上面这个算式多，我下面多写的是多，多写的两个加三个平方。对，那不然的话，这个算式跟这个是不一样。解出来的答案就不是这样。对呀，所以你这边应该改成。这样你这样再解出来，那边应该也是类似，这边你就知道奇怪，这边就知道要这样算，这边就我表演。平方等于十一，平方等于十一的答案就是因为负数的同一个数字，对对对，写的不错。等一下，不，一模一样。因为我会，我要写成平方，不要它一样，都可以一样。我就会，也不要一样。对，请用分数二分之五。啊，我写完这个没有？公式已经写在旁边了。不会用。前面记住了。公式，请你想一下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自己把握这公式来，你的笔记本。老打，我问怎么样公式？你自己搞一次，你自己搞一次。我给你一个十八的，加力也是加十一的，配方也很厉害，今天刚教开始。A 配方法。对。上面没写呢。
的一半。你刚刚不是2.5吗？为什么知道？那一模一样啊。刚刚那是2+3是错的，2+5+3不行，因为我最后要变平方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希望它一样。这两个加起来一样，对不对？我知道这个要回去算的时候，这两个一模一样，五的两倍等于十，所以十要回来就除以二就可以吗？所以这两个加起来一样，这两个要一样，所以它的两倍等于二，回去就除以二，所以这个空格就等于2/3，除以二就觉得2/3，可以吗？这边就2/2，2/2，这里一样，2/5乘2/5等于二。4/5/5/15，对，来写。这里不是零的，你要变平方，哪有 x 平方减负，只有可变 x 平方，你看，减 x 不见了，对不对？这里就是什么？减 1x， 减一个 x， 刚好那个一不会减，了解吗？200块我们会讲，就是。减 x 一个人通常我不会讲到是一个，两个人以上开始讲，这边有两个人，所以减 x 是就减一，也就是一个 x， 所以那个一不会写出来，那就减掉它，减一个 x， 所以减一个 x 就是这个地方写的，这边如果写一的话，你上面要写多少？1/1，好，1/1就是一喽，1+1是负一嘛，两个加起来要变负一。它是负 x， 所以加个负的，负一加负一是负二。你这个2/7是2/7怎么算？七的一半不是七除以二。啊，如果是九呢？啊，对啊，啊，如果是十一呢？啊，如果一呢？除以二是多少？哎，对哦，这个2/2样子，你有讲吗？你讲啊，剩下想听哦。你先讲迄个，迄个 B 啊，个一变 B 而已啊。是，等我一下，这个答案是错的。啊。这里要填多少？这里不是填2/4。4/4。是的。还是吗？对。非常好，这里错，错在哪里？你自己看，很容易，算太快了，算太快了。很多张，就这里错，就这里错。方便啊，从这里到这里，有，你不要犯这种错哦，这个很冤枉。你要吗？是很厉害，你超强的，但是不是2/b？是哪里是2/b？是这里2/b，对不对？2/b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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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这个空格是填2/b。要求太强，你讲的答案是对的，可是不是填在这一空格。再往里空想，你的 x 平方减 bx，x 平方减 bx 再来加上，这个空格是跟这个空格一样。那你的2/b 是应该是这里，而且应该是2/b。2/b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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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乘起来应该是4/b2次，4/b2次，所以这里填的应该是刚刚讲的。刚刚还有几句是？有啊，好听的。九的一半，不对，九除以二就2/9而已。算太多了，除了两次。回到了困难。先除一，写得很好，继续写得很好。括号，括号更难。因为你的这个写法是有弊在的吗？哦。然后，这个不就是这个了吗？对不对？你下面连格子都有。哦。对不对？你错它就可以填格子乘二，是吗？就可以填这个平方。那这个你就把这个乘开，2/2乘2/2就通分，通分合并。先把这个乘开，然后跟它通分，就是分数运算而已。前面那页都写完了吗？看一下。快跟上哦！快跟上哦！
样的上学。可以用其他的空间，你是要也要开灯号？啊？你是要问你的空灯号？什么什么像？开灯号？哪一个人？你？你是像思瑶，你看都叫什么？哦，你思瑶。你讲太快话，我听不懂他在讲。你是？这是一嘛？就减一呀，对不对？哦。七的时候就二分之七，对不对？一的时候。因为有啊，二分之一啊。你就把它想象成格子在这里，自己去填。只是这边那，因为需要练习，这样子算，不能每次都填格子，但是填格子还是有它的好处的。啊，这个是故意设计成你每个字都填的，所以你要回去自己想，自己找的。对，第四加九啊，二分之二 a 是多少？干嘛？啊，你不是加九？你其实蛮想的，因为你们说，你们说的。如果念真可以教了。一，接扣的题。你算的，你的你老师靠北听太认真，然后你算很好哎。你接下来因为这样我没办法算，所以我只要做一个动作我就没有算。我扣掉十一之后才变零，对不对？代表我比你还要大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我把扣十一拿掉，就代表你必须要加十一，才会跟我一样大。那其实这样就有什么好处呢？因为这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你把这个记起来，什么叫做根号二？根号二什么根号二？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，我们是用这种方式在去解开。因为如果是九，九很简单啊，三乘三很简单。可是问题是二找不到答案，所以我只好创了一个新的符号来解释二由根号二产生。好，如果你这个懂的话。平方，这个就代表平方了。我把根号，其实九也可以写成什么？根号就是根号，所以根号写成三。所以那个根号二的平方，因为一模一样，所以根号二的平方是不是就是什么？哎，它平方要等于二，不是只有根号二，负的根号也等于，就像你负三乘三等于九一样的道理。所以这一个数字，如果平方之后可以等式，那这个数字就有条件符合。理解，理解。接下来扣掉二才是你，就代表你比我还要小。对，所以我要把你加回来。通常会写前面，这样就结束了。你写完了，继续。老师，老师，你看，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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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是那个，就是这个公式，这个公式，其实你算到这里的时候，你把我吹过，哈哈哈哈哈！因为是吧？平方出来的时候，其实你说正确，你看错了，过了吗？对，安全的，都好，然后呢？感官呢？说好了，对，腰疼，对，我这边怎么？所以，不能弄。像那个嘞，如果像是公式就不行。公式有唯一需要算的，一开始在判断的，最后就一二三个数嘛，一个是需要一个数字，二加二。结果这个
你要爱戴上二分之比较二分之比完，这里啊，二分之比较二分之比完。哦，
7分钟。
公式解是什么？公式解是透过配方的过程，我把它转换成 x 加上 2a 分之 b 的平方。今天让你每一个人都算一下这个，来，笔记本写出来，拿出来。写出来。那个菜园长，你听完整。好，笔记本让你。导公式，你会导吗？有信心可以完成的，自己举手。一个，好。加黑哦。从头到尾写出那个公式出来，什么公式？用配方法。请问一下，我要使用配方法，我第一个动作要先做什么？把数字移过去，让未知数摆一边，这一个摆另外一边。我这边加 c 才跟你相等嘛，所以丢过来之后就变多少？就扣 c。所以我会写成什么 ？ax 二次方加 bx 等于负 c。对对，下一个步骤呢？还没办法配，因为有一个东西在那边很碍眼，不是很碍眼了，很难算。A 呀，所以我把它处理掉会比较方便，所以我会先做什么事情？所以会变什么呢 ？x 二次加 a 分之 x， 然后这边是 a 分之 c， 懂吗？再来。x 平方加上 a 分之 b x 配方 xx， 我一定要一模一样，一定要一模一样。所以这一个如果是十，你知道这边要填五跟五，在做什么运算？这边如果是十，为什么这边可以填五呢？你把它做什么运算？五加五等于它，对不对？那五跟十有什么关系？五的两倍，对不对？五的两倍，所以回头要怎么样？五的两倍变成十，所以回头要怎么样？除以二，对不对？所以 a 分之 b 除以二 ，a 分之 b 除以二，所以会变成二 a 分之 b。所以这里是二 a 分之 b。所以我需要什么？二 a 分之 b 乘二 a 分之 b 就是什么？四 a。平方分之 b 平方，所以我需要4 a 平方分之 b 平方，这个是 x 的次方，所以我需要4 a 平方分之 b 平方。你给它加，左边、右边也要跟着加。那么这三个，我配了这一个就可以让我如愿的写成 x 加2 a 分之 b 的平方。我就希望可以写成这样，两个一模一样，我希望写成一模一样的东西。三个解，所以这三个可以写成 x 加上，这样子 ，a 分之 b， 也就是这个的一半。然后这个怎么整理呢？因为这个是4 a 平方，这个是 a， 所以我对它做什么事情？我把它乘以4，变4 a， 还不一样。再把它怎样？再乘以 a， 就会变4 a a， 就跟它一样。所以我需要4也需要 a， 所以我需要4也需要 a， 所以会变什么呢？会变成4 a 平方分之什么呢？这个是4 a 平方的嘛，这个是什么？负4 a c， 对不对？加什么 b 平方？我把 b 平方写前面，就叫做 b 平方减4 a c。公式解从这里开始。为什么呢？一个括号平方的出来有三种可能，比如说我有可能会等于三正数，有可能出来会等于零，有可能出来会是一个负数，所以我到这边就要开始公式解，什么意思呢？如果你出来得到负数，代表什么意思？对，不可能啊！你找无物件，但平方会变负三的，找无物件，明真先看这边，你找无物件，所以这种情况叫做无解。啊，如果平方等于零呢？就这边唯一的可能，你就是一定要零，对不对？如果平方等于三呢？有两种可能。所以
平方之后，正数零跟负数是三个不一样的风景。这种情况叫做重根了。好，那由这里来决定正负，由这里来决定正负，但是因为呢，这里一定是什么数？因为它是四 a 平方 ，a 平方一定正，再乘以四还是正，所以唯一需要判断的是这一个 b 平方跟四 ac 在比大小 ，b 平方跟四 ac 在比大小，也就是说，如果我的题目是这样写。九 x 平方加六 x 加七，等一点，小一点，三，一九，请问它有没有解？比大小就好，比什么？比 v 平方跟什么？四 ac 在比大小就好。这个是什么？对对，因为我的公式是由这个导出来的，所以你要跟它来对。收过来给我，这一张，两个都要收。稍微休息一下，一下回来。你有答案可以对呢，那个静文跟他。